多少钱？8000。8000，这么老实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是啊，1000。还是个小贵妃呢，可能就顶多就50。差太远了，我这很实在的，没给你开价。怎么会差太远？你看这里有链，2000。好好看，这里很实在的。我就看你挺实在的。那你还给个那么离谱的价钱？你开8000，那这条8000卖了。那个两个一起的。这样子才8000。太远了。我还以为这8000我这个就不要了，我就直接把这个扛走就行了。好好谈。人长那么漂亮。你不要夸我，应该是我夸你，这样怎么会反被你套路呢？是。这样3000。5000看得到哪去？看不到，3200。4000块钱了。事多难听啊！一口价3500，我的吉利数字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拿走。3500一起走了。哎，那个别拿走。要卖的时候我拿起来，我拿下它。料子拿回来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像这种料子，它就是干干净净的。我们做一个贵妃出来，就是缺点就在于只有小圈口能够驾驭得住。如果起货出来之后是非常非常漂亮，然后灼心有一点裂的，这个没有关系，只要灼位上没有裂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粉丝心愿。这个宝贝说想给母亲买个手镯作为生日礼物，每周末都去做兼职，终于在母亲生日前攒够了4000块，圈口50。虽然预算不多，希望我能够翻到他的牌。他还跟我说，这次考试还是年段第一。哇，宝贝你真的好厉害，真的是孝顺又可爱的小宝贝哦。走吧，我们去起货。宝贝的贵妃坐好了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哇，好漂亮哦，冰冰娇娇的小圈口就是香，当时3500淘的，3000其实都给你了，宝贝记得给我点赞上买家秀哦。